我不是没可能要去砍那个竹子，妈那竹子不好看。你们是把它破开吗？现在还没破，你等一下要放在这上面烤就。要破开的。等一下要放在这上面烤就破，就破开啊。破开拿那个夹子一夹就可以了。对呀、啊。三十个啊。去游泳回来，今晚上烧烤了。本来在那个河边那里烧烤了，但是阿彪这里今晚上开菜单，就回来家里面烤了。飞什么鸡？来，我请你吃飞鸡。不要，来。啊！这个是羊排还是猪排？吃不出味道啊！再吃一个。不想吃就回去睡觉，等一下。嗯，还真的是羊排，还有大一坨。吃完个个都饱了。上你，爸爸你吹。烫吗？烫了慢点吧。今天晚上吃不穿怎么样？要赚的，洗过些，这个是隔生的东西。不要洗，洗就没味道了。哎，差那么大一块，太大块了。这个拿来，来，抓油了吗？来，去秒了。想怎么炒就怎么炒，嫩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去外面，这里好热。我反正帮你们管不了，他们这样一看那样一看，我你这个切出来不进味，撒那个东西是不进味的。我割了，是生的，就是那里鱼嘛，不就？你要割割的生。那鱼快熟了，嗯，我问过，烫烫的。没人了。好真实。放加点水。放了。在哪里就有的。来吧，拿走了吧，得了，熟了那里。行不行？等一下，我下去。帮你看。这个要下去。等一下烤完我就拿下去。拿下去。我操，二哥烤。小表弟烤，小表弟烤了。小表弟烤的。老板，哪里去蛋挞？真的。我不找你做。徐志伟。小坤坤，快点走！是谁绑我起来？是伟。啊？是伟，大伟。绑我起来了。不啦。现在我走不了路怎么办？啊？就是不肯走路嘞。不肯走路了？嗯。哎呀，把我绑起来了，现在我走不了路了。啊，还有一步嘞，啊，是谁绑我起来啊？走不了路啊，是谁绑我起来的？绑滑梯喽。绑滑步，梦楠，跑步，跑起来了。我们现在你就不能走了。我就不能走了，嗯，不能绑我，等一下我脚疼，走不了了。这不该。啊？走路吧，慢慢走。哎呀哎呀，是谁绑我起来了？哎呦，我走不了路了。哎呦，我的猫。我的妈呀！过一段时间，抓住。嗯。
那放开我，是谁抓住我呢？拿三明起魔术，三明起魔术，三明起魔术。妈妈不小心，我想要。绑他，绑他起来，来，绑我，来。人跟绑起的阿贝。哎，就把我绑起来了。嗯。对啊。只要我走不了路怎么办？就得吃辣椒。我才不吃你的辣椒。哎，那不是我的吗？来，你的。他会帮我拿。又不是你的，是哥哥的。哪个哥哥的？理查的，这个哥哥的，我继续绑。嗯，绑我起来，我走不了路了，怎么办？嗯？我会来。嗯？你帮我拉一下他屁股。嗯。绑好了吗？我要走路了吧？不可以。嗯？不可以，可以。那怎么办？不给我走路。要给我帮忙，把它踩在这个洞。可以了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哎呀，走不了了。哎呀，走不了了。哎，他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是零食呀。哎呀，你肚子好痛啊！西萝卜被他去。嗯，啊，挨打了吧？挨打了吧？你看，挨打了。打错你。挨打你打你弟弟。哎呦，我打你，我打你，然后你踹他。再往后。我把你打了，然后踹他吧，好吗？当、嗯，哦，挨打了哦。我踹你！你看你刚才打我，他你挨打了，你看、嗯、你看你哥哥打你了。快点！我一头可来，我一头你，咱受不了时间。啊啊啊！不、啊、不！哎呦！你看我衣服烂了、啊，你看我衣服烂了、啊，拿钱来赔我衣服，哎。啊、我不能乱拉衣服了，走走走，进来。一屁股坐下去了。哎，这个鸡慢慢撕啊撕。对，慢慢撕啊、哦。背都烤糊了。丈母娘，我撕个鸡屁股给你吃一下吧。我跟你说，这种鸡屁股这种东西不是谁都得吃的，只有尊敬的客人才能吃的。已经小表弟来这里第一天，我烤个鸡屁股给他吃过。那你是那个？就是你们说的那里那个什么刘总，他那里那条河，那里还有一点点地方，那里是吗？佳佳，你吃吗？吃啊。鸡屁股不？鸡腿。鸡屁股是你的专属，我不敢抢。要不然明天你那个烧烤都不卖给我们了，卖50块钱一碗炒粉。朱妹妹，你要吃什么？这个。那个还不行。如果你们打个十块钱，玉米也不行，玉米要等两家外卖。每一天都送快餐，不要这个，两口啊。嗯。你收的话还是收？就那个烧鸭放那里吗？不是。表哥帮切，自己舍不得吃。对喽，这里不是。回家这样子。对面那一家快餐。啊。啊。那家会送。回家这样你点，如果是江口就是10块钱跑了路费。我还骑别人的电动车去。我知道。10块钱跑路费。嗯。去到江口那边，意思是说。你说跑路费就要江口帮我买那个炒粉回来给我吃，哦、熟了。炒粉钱要你付不？炒粉钱不是我付不？10块钱只是帮你。炒粉钱不是你付吗？你又说你炒的是土鸡蛋。啊！烫死刀呢？啊，妈的！刀，给他一刀。来，哥哥。朱老板，给个腿腿给你吃好吗？不要。嗯。我要烤，那你要吃，吃一个。嗯，吃个鸡头。嗯，烫。嗯，烫着吧。
香吗？香。还是在家。这下不吃了。烫吗？烫吗？妹妹，你吃腿吗？妹妹。这种，这听不懂。吃腿，我给你吃。不吃啊，哎，给他的不吃。嗯，放在这里久了。嗯。嗯，那你不会吃上面这一层吗？他那个就是乌鸡，他那个他这样的吧，这皮都有点苦了。乌鸡是这样子的，他说是弄鸡。乌鸡就是这样子的，味道就是这样子的。你去外面，你花钱，你绝对吃不到这个样子的嘛。你吃得到吗？你花钱，你说你能吃到这样的鸡，我说你厉害。吃不到这种东西，真的是花。真的是乌了，真的，我在说便宜吃了这种鸡啊，有个腿吗？有个腿你吃吗？不吃，他吃饱了，他吃了好多了。饱了吗？他这里花钱就吃不到，但是也不用花钱啊。你看他的肚边长。老板，他今天他辛苦了。哎，感谢我老板，明天又来哦，看一下情况吧。啊。明天倒闭了没有喽？彪哥哪有那么多芋头来的嘛？这次来拿一箱啊！来还刚来。下次不要带那个来了。来这个集中啊，集中。直接就是到了。这集中在这里啊。芋头应该可以拿来烤的哦。我不拿芋头来，那我芋头不倒闭了嘛？是不是？你要不断的拿芋头来才不倒闭啊，是不是？如果哪天停了，那就倒闭的了。下一次来可以带点吗？甘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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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甘蔗应该他不是说甘蔗拿来烤也好吃，好吃吗？真的吗？甘蔗真好吃，我是第一次在你们这边吃到烤的甘蔗，是我烤的吧？啊，就上一次在你那里天冷的时候，我还打了包我的小玉米，真好吃，好吗？它味道很清甜，我知道。烤的甘蔗味道确实清甜。彪哥甘蔗很高的，怎么才那么高了？比彪哥高，还没那么高。对对。我的甘蔗没那么快了。二哥这里要留着，我们先去彪哥那里吃一天回来，慢慢来。你先把这里的吃远的，再吃近的。对啊，你先把近的吃了，我就。你这里你就是大晚上的，你想吃的可以去搞一顿。彪哥说的，我那里马蹄熟了，你们去挖。还没得马蹄要到年底啊，要到天冷的时候的，年后哦，年后都还有哦。美国这个有，到三月份的肥。没有，啊，就这里，喜欢又肥的。能不能弄大肥不瘦的那一种？师傅，来师傅，哦，没劲，快点快点，好多的快点，没事，你们吃吧，来。你好了。啊？哎呦，没有掉。我要给你闻一闻。反正刚刚吃了金针菇的，一定要吃啊！啊，吃饱了，肚子还松。小宝弟，借你那个皮带来用一下。哈哈哈哈哈。这个不能乱借。笑死了。怎么做拐杖？太大了吧。不要把别人给穿了，还要吗？帮你梳这里的嫩一点。弱。哎，那个玉米加肉还是很好吃。我看一下下一次。就是他粥煮的不好哦。哎，他那里的粥是真的是。你们家